在天涯，记起我对他的思念吧。月光雨雪寂寞的夜里，期待梦中再次遇到他。几点收工？一会儿不着急。你姐姐，我有点热。哎呀，但是又不能受凉，怕窜着。主要是心热，看人多了比较激动。对啊，地热加空调，看人两个。难受就夸夸我，把主播挺开心了，说不定给你们上热的嘉宾。内火，主要是内火。
我的声音好听，我气质不好吗？铁人你都不会，怎么当游客？怎么要骗马甲？人潮望去，行人在人海，每个面孔照应一个人爱。隐形你在，太虚伪。负分太虚伪。好几次欲言又止，说声嗨。我是最耐看差不多最好看，他妈虚伪，太虚伪。一周加起来相处还不够一小时大概，如果电梯能不能夸得走心点，能不能让我感动到哭出来。多一点时间大一块，你好陌生人，会不会奇怪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请你到舞台，你好陌生人，你好陌生人，千万别说爱，让我保持等的姿势继续期待，不忍心损坏，那是因为没有人夸我这件衣服好看吗？不说烦而你自在，夸人没有必要直接夸，你可以间接的夸，只不过你好有品味。对，你可以说哇，主播你的发型真好，你是时尚界的达人吧？要不我怎么当主播？都跟我学学怎么舔人，从侧面。各自唱，能吸引一双，别对大路人互相。哦，限制，哦，资格限制让你没有办法，就是说表现你自己的舔人才能。怪我喽。侧田好陌生人，会不会奇怪，发卡你都能看到。每天我们请你到舞台，那时的疯狂，那是因为爱，我想你也能明白。你好陌生人，千万别说爱，让我保持等的姿势继续期待，那年吧。不收反而让自在，发型很时尚，我的发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